定，好一个，向老师顶。人生难得经已得，佛法难闻经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生？大众当自心皈依三宝。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大家晚安。南无阿弥陀佛。老师说大家来得好。那么老师呢，你刚修最很深刻的几功呢，我们呢得到这个难得的人生啊，请当我们来这个会场呢诶，时阵伫咯，拄到真侪真侪人啊。不过话呢，所以咱们说起话呢，侬没落光哩，就是。那因为，我啊，侬没落那个年代的，我就还是到岁数个时候做，大家分かる分かるんですね。みんなね、不況のことばっかりに走り直ってる。那么老师公呢？看地路，看到这么多人，看他的眼神就知道这个人是心肝在想什么话啦。那么老师说地路看到这么多人啦，大家都是为着这个世俗的生活和奔波。日本自身の少女の問題、未来に向かってどうなっていくかという、そういう問題を掲げて、ね常に念頭で掲げて走り倒し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ところは少しも見えないみんな周囲の人々に流されて人々の中に流されて走り倒しているいないだろうと一緒ですよ極端な言い方したらね老师公呢大家都为了在生活为了在三等到奔波啦真少人为着家己先事的解决，为着这后生一大事，哈、啊，为着这后生一大事的事，会解决的人呢，甲就是甲亲近甲我的人呢，老师讲，为了很多一万站多，所在在到这会场，比如多的众生呢，无一个是安的啦，哦，那么老师讲，我们身为人。卡输也无想这个，无要找这个解决这相处的问题的人呢？你选择这个人生啊，老师讲讲卡重要话就是讲，虽然你伫咧是人生啊，啊不过甲猫啊、甲猫啊、甲狗啊，没有两样啊。所以呢，それを私にそういう姿をずっと念頭の中でやってきますね。見ながらね、しみじみと人生を自分の過去を振り返りましてね、おかげさまということを痛切に感じましたので、一言このことが出ておきたい。然后透过周围，老师讲，很多啊哈，我发现的就是讲，老师讲，遐济人，大家为着在生活在奔波，啊无就是。
把人跟主求想，别人在追求什么，我们也跟着人家去追求啊。很少人是为了追求这个佛法，在这个用自己的生命在追求佛法的，都是用自己的生命呢，在追求这个物质上的一切啊。那么老师讲，看到看到很多人，老说一点就是想家己啊，也讲很真感恩呐，哈，我看见啥嘛，就是讲。真感谢佛祖啊，真感谢这个佛恩呐、啊，是佛恩，是父母恩呐、啊，啊，帮就是讲帮一个佛祖的福，帮家己这个一个父母啊阿嬷的恩呢，家己得这个人生会当过的这个好佛法，会当知影要来听闻这个佛法，要该求这个后生一大事的解决，会当知影要行这条路，大师讲。真感恩呐！所以呢，我在心里我，我看过，振り返りました。はい。私子供の時からね、これが大多かった。はい。体が多かったね。はい。はい。この上は、はい。これ持って、わあ、すごい感じ。はい。お母さんがね、心配しましてね、これはおいになったら大変なことになるし、おかみの500回になって今で豪邸をはめられてしまう。これは六人の縄に縛ってもらおう。南無阿弥陀仏の六人の縄に縛ってもらおう。これが一番だと言うて、おばあさんがお寺へ連れて行ったんです。私も遊ばさなかった。那么老师公，そこから帰ってきてもね、小学校から帰ってくるのを待ってるんです。で帰ってきたらね、すぐにばあさんが人連れてね、田んぼに連れて行くんです。田んぼの仕事をさすか、あるいはお寺へ連れて行くんです。それでね、いつの間にか大きな存在。那么老师公，你的车来，这里车来，看到来。外口的人来人往，伊个就是回想，吼、哦，为家己细汉到即卖人生的过程啊。啊，伫伊在回想过去的时阵，伊就想到伊细汉的时阵啊。因为老师讲，伊细汉时阵吼，人真大汉，啊，人真大汉，佫不打钱啊，伊佫真爱跟人相拍，很暴力安尼啦。伊也看无所见的，但很争气安尼，就拢比老师较侪个囡仔，拢无老师。真够好啊，好东西啊，你啦！老师讲笑话，拢怕人，唔捌怕输的啦。啊，老师跟老师说话，皆拢好东西啊，你啦！啊，阿妈，佮阿妈是一个两个人看到，看到哦，这个孙啊，这么暴力，这吼无用阿弥陀佛，用不用这六字名号，不用那么阿弥陀佛的说，给拔起来的，这大汉起来不得了，一定会迄落悄悄跟出来了起来的啦吼。所以阿妈呢，自细汉。就老师啦，特别啦，为好好放学，吼、哦，放学回来，阿嬷伫门口甲等你啊，毋是甲揣伊田咧做事，就是迄落甲揣伊溪内底听闻佛法。那老师讲，伊安尼不断的迄落、那個、我们说的经年累月啊，老师讲不知不觉中，家己也变作爱听佛法的囡的人啊。所以，我在福州呢，也唔敢去呢。相撲取りです。力士です。はい。でんとこう座ってね。残ったって言って、はっ投げ飛ばして。それの相撲取りです。力士のね、大関っていうけど親分ですよ。私の三代四代お孫がいるのが親分ですよ。で、私はね、この人から、それとも続いて、だから人と喧嘩しちゃって負けへん。バーッとやって、それをね、ばあさんが一番心配したんですよ。でも老師公ね、体が大きいのと力があるのと、それからそういう環境に育っとるから、なんとも思っとらんの。このまま追い逃がしたら大変なことになる。老師公ね、因為家庭ね、较特殊，就是讲呢，因为老师的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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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就是上去两个三四代，
是甲做相夫的啦，啊，你老公相夫吗？哈、啊，小燕的无？无，我穿衫，甲穿穿迄落丝袜啦，哈、啊。啊，伊是讲历史啦，啊，中国的叫做你老公相夫哟。啊，因迄、那个爸爸，你的叫啥来？叫阿仲哈，做甲迄落无色气。啊，做甲大官啦。啊，即马电影项目就是爱上演，拢爱练习啊。所以伫因这个工作在上演人演来演去吼，拍来拍去，这个是习以为常的代志安尼啦。啊，不过这个阿妈有慧眼啊，伊讲这个囡仔，身过暴力，不是普通的项目而已啊，是身过暴力去啊。所以啊，这个阿妈讲吼。看到这个孙啊，因为老师做事的时阵，就比普通的囡仔较大汉，所以人讲是阿祖来投胎啊，安尼啦。所以那个阿妈就讲，这个囡仔无好好教教，阿变来大汉吼，不得了，一定个常常变差了去安尼啦。所以阿妈做事就改紧调调。小弟，一般新辈新辈做拢阿爸当主事。你讲上加欢乐伊的就是阿妈。阿妈呢？嘿。我已经在了，我不管你要干哪种，其他你要干么哪种，那个我这个如果你弄那玩意，那么你那么做那玩意，十八点半了。对，这阿妈的，我这个基本。阿妈的就讲，这囡仔好细汉要放假的时阵，大家来一定要常常变出来用手炮给掠去安尼啦，伊讲，与其哈日后吼变出来用手炮掠去，不如。你嘛在用那嘛，阿弥陀佛，六字名号只要给拔起来安尼，这么大就是拔了安尼。嗯。所以，阿哥过来开基金门呢。系。我上个月嘛种，我上个月开农嘛种呢。系。所以开基金来呢。系。什么水的？全部水的民族。系。全部都水都啥子？系。我看到那屋里家来，小小的工作就我累积嘛水了。系。所以阿祖巴他呢。系。那所以嘛，阿祖巴平常我再来水的。系。我这样子，俺家屋头买的。我这地方不过不了五年。应该我放到我退休不干了，再干。那么老师讲呢，阿妈呢，拢老师放的时间来当厝蛋，当房，迄个门口蛋安尼。囡仔回来，无互伊刷去佚佗，来该带去迄个禅做事，因为老师真大汉啊，虽然年岁少，身体阁真大汉，所以当做做者有靠蛋安尼，有当做代志安尼。啊，禅无死的时阵，对，有是，有刚刚经说法的时阵，大家带去听佛法啦。啊，老师讲是听什么啊？听什么款的佛法呢？听地甲吼地老世界，啊，搁听因果，就是你若做歹代志，地活咧地甲吼，迄落因果的佛法安尼啦。哎。或者有心就有功。哎。你们不过来嘛？你做兵的是呢？哎。我来我爸上个来，我先来的。哎。我来我，你那我接你。哦。你说你先接说你。哦。那。我先接说。那个啦。哎。我喊你说吧，你等来，你我不喊来，你不干的呀，对不对？哎。我们在讲，你等过来哟。哎。所以讲究的。那么老师讲呢，你先喝三年的时阵，哦，圣药集内底有讲到地界的代志，讲到地界加了极乐的代志嘛，哈。那老师讲，以前小学三年级时阵，往圣药集内底所讲的地界的代志，老师拢会啊暗记啊，记个清清楚楚，并且听。所以老师啊，伊啊去学校啊，加同学去学校的时阵啊，地伊拢家己的迄个同学说法。所以，伊变作其他小朋友到了老师底开始做，伊讲我唔甲你做咧蹲，我唔甲你做咧行，甲你做咧行，拢爱甲你说教，你拢会讲大家的代志，我听会听。嗯，妈，你我姑姑拉我奶奶做啊，我讲我做干啦，我有本事做。是。不对，我们在节目上节目送礼物的。是。那个，我在送送新疆朋友们呢。是。我们在新疆都送过来的。哦。就是那么呢，所以一个人，好，那么在那，你做这个，现在还没有发财来做，
啊，即马即有一个真新鲜的代志，就是讲呢，老师迄阵啊，有饲一块那个会好的虫啊，先生拢是罗兰奈吗？不是啥，伊叫做蟋蟀，不是伊叫做啥？对啊，十字鳞不是个，伊会好一款蚊香，很特殊啊。然后老师饲的这个鳞虫哦，都唔知影都卖去啊，黄头亮去啊。啊，即摆老师拄啊好，拄啊迄个囡仔偷掠老师的鳞虫，转去妈妈拄好来找因阿妈，就讲哦，阮什么人啊？昨暝在走过吼，迄掠这虫转来吼，吼到好听咧。个老师讲听着，伊讲好，即个来甲偷听。老师来个伊个点点。即马过两天去读册时阵，就甲迄个人行做伙。伊会讲吼，俺人吼，啊共偷窃物件吼，会当骗过人吼，无法度骗过阎罗王啊。啊共偷窃物件人，当伊死的时阵吼，第吼阎罗王抓去吼，第一吼处罚安尼啦。结果因为老师伊口才着歹嘛吼，伊佫知影这外省要是迄个地间的迄个。诶话啊，诶故事安尼啦吼，所以老师诶厝安尼讲袂了，第二天啊暗时，这鳞虫就给你走了。老师讲，伫伊细汉诶时阵，不知不觉得有伙伴，伊嘛伊诶。一个身心来的，这第一个恩人就是阿妈。阿妈迄种无感觉。那么老师讲，伊从细汉啥物事拢唔惊，就是上惊阿妈。阿妈那有无？我从来不打电话。哎。所以，伊讲，无感觉。伊讲阿妈哦，真有重要。伊上细细汉时上惊伊惊阿妈，所以只阿妈讲的话，不管啥物事拢甲伊讲好。所以老师伊特别留意好，好课回来，得甲老师、得阿妈报告，讲今日好学，什么学。即马阿妈讲，真好，老师嘞，对，真好安尼。可是老阿妈讲，老师讲嘞唔对，老师讲的得甲抓做边啊。老师讲，伫伊个生活中，学校阿妈厝个阿妈比老学校个老师呢，较未来，惊阿妈。我讲阿妈呢，我真从地上出去啦，有人来打，安家不同爱去发展嘛。我这一秒无了有牛来，那么不开心，不如我先。所以伊敢那个得啦，我讲早餐就不来咯。阿妈有说安尼甲伊教咧，但是暗时啊，加出阿迄个阿弥陀佛头前，加坐来加伊读，迄个正气念佛偈，哈，皈依无量寿如来，南无不可思议光。即马老师啊，饭堂无去吼，就无晚饭可以吃啊。你是我是哪一个？伊讲，阿嬷伊个理念就是讲吼，袂晓读正信字的人吼，就无资格通食饭。所以就是讲，阿嬷真厉害啊！所以阿嬷讲的拢对的，所以。阿妈讲要饲个方法，得乖乖跟在阿妈屁股后面去听话。所以老师讲，细汉时阵感觉阿妈真歹啊，啊，不过即摆听阿公，歹家己个阿妈是最大的恩人。老师讲会带孙仔去佚佗个阿妈真济。啊，毋过会安尼对，会孙仔会严格要求孙仔，会责备责骂孙仔的阿嬷真少。不是，妈，你今晚今天在那又做么子啦？
阿弥陀佛都没一点，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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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爱甲阿妈学西啦吼，伊讲甲阿妈学西，想讲好我，但是去阿弥陀佛头前做诶，念佛啊，唱唱诵心经，阿妈听着第个学了安尼。什么什么安尼？做做我们阿弟，不对，现在最近呢，你就完全甲没有上。好，那细汉时阵阿妈甲大汉的时阵，老师一直耶老师瑞健老师跟一直28年。你在背单跟叶老师这个很快。你说哎，那你有的时候就在那读，读到上山了，那个木大土说什么什么的。嗨，然后呢，为了跟啊，第一的日本的佛教大学啦，啊，也有在佛教大学上过课，学过这个那个佛学啦。这个。人生の道しるべき道案内を、本当の人生の道案内をしてくれるパパかママかママか、なんかたら人生は利益でしょ。所以老师都按人生的道标道しるべき道しるべき啊，按照维边那讲道标。就是讲，哈，讲在自己的人生上面呢，如果没有遇到这个人生的道标呢，这人生的道标是什么人呢？家己的爸爸妈妈还是阿嬷啦？老师讲，假使你的人生也无人来给你教讲要安怎行的人啊，老师讲，安尼是真可真悲哀的代志啊。所以说，我的人生充满苦。の時代から文学も好きだったし、歴史が好きだったからね、だからお釈迦様の歴史の勉強を全部したんです。那么老师说伊自细汉的对这个文学家的历史真有兴趣啦，所以对这释迦牟尼佛传啊、佛陀传老师呢读过足侪本。そして結局インドは10回行きました。也嘛是因为讲佛陀传读了真侪遍啊，所以老师伊本身去印度朝圣十遍。印度就该行的。中国我五台山也做了，从这里再不马里马城。啊，中国的五台山啊，佛教圣地呢，老师也去参拜过啊。我也是一直都思念啊，我感觉就是呢。啊，这个是因为跟伊历史的关系。所以讲嘛，我想有的人么，所以讲有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我实际上经过前圣者们走过的那个地方呢，所以当你读佛经的时阵，读经书的时阵呢，感觉很亲切。这个，皆さん，我好きな本は何や、どういう本がお好きですか？所以老师问大家呀，恁大家爱读的书是什么款的书呢？老师讲，你也敢爱看小说的话，老师讲迄无效哦。やっぱりえらい高僧方のものを読んだとね、伝道大師とかどんな大師とかね、基本もの、それから基本ものもっと。大师吗？大师。大师吗？大师吗？大师とかね、そういう人たちの本をたくさん読みましたよ。そして、お釈迦様をとにかく目標にして、お釈迦如来、釈迦如来、ブッ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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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って言って。那么老师说，大家呢，有看成习惯的时候，无拢看小说。想看是去看高僧传啊，那么老师讲，伊本身他很喜欢看高僧传呐，尤其是按中国历代高僧呐，像那个，比如说除了这个净土宗的大德以外呢，像禅宗的大师啊，慧可大师啊，慧能大师啊，灵济禅师，像灵济录啦，这些老师他都有读过。那么因为有就是每天有拜读这个佛书呢，所以老师也心中的目标的是我要成佛，要成佛啊！
ああいう方をね、やっぱりこの目標にしますね、はい、知らず知らずお手本になってきた、老师公你也常常看这个高僧传呢，为不知不觉中你又以高僧为自己的榜样。そしてお前人生とは何ぞや、人生をどういくんか、そういうことを教えてくださる。老师公这高僧传呢，对高僧道的也感感，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你人生你要怎么走，当我高僧道的一个点好玩话。所以这个话现在日本的この手短な、親鸞聖人の歩まれた道を、私たちのまた道案内として教えてもらおう、そういう教務へ引っ張り出してもらおうか。そのもとは何か言ったら天ですよ。老师公呢，高僧就是高僧中哈，他自己最亲，上个近的高僧就是青鸞圣人呐，以及距今那么的750年的人呐。那么老师公能够这么喜欢亲近高僧大德，想会去模仿高僧大德，就是诶主要的诶关键人物就是自己的阿嬷，所以受到阿嬷的恩惠很大。所以老师公，我阿妈真好，我阿妈真好，阿妈是第一，一级棒，我爸爸妈妈呢？あんまり出てもらなかった。今我。お母さんの言うことをはいはい言うてき。普通朋友问老师啦，跟我阿妈阿弟的妈妈呢？哈，那么老，お母さんと母親と。应该说的一辈母呢，因为伊家中是大家庭嘛，有阿妈爹妈妈两爹，阿妈公三妹，阿妈妈的公是啊，所以老师公的伊出席个有记忆啦哈，唔好怪怪阿妈妈跟阿妈相那个，爸当初言われる通りに生きてる。你讲伊的妈妈，老师的妈妈呢？伊，但是伊一辈子都是以阿妈讲三话，伊就做三话安尼。你莫讲先做啥？那么老师的阿妈可能是真，你那爸在我先做。先生ですか？先生，老师公，阿妈不仅是教佛法，嘛是伊人生的启蒙的老师啊。所以老师以阿姨为我是阿妈第一个叫他写虾米的，就是阿妈。所以老师公，老师公伊是迄个巴桑哦，安尼话跟他讲啊。就是讲阿妈出大汉的囡仔，不是，因为老师结果是哥哥的，应该呢，我奇妙无量寿如来王母，これやらなかったらご飯食べられない。食べさせてくれない。老师公。你是不晓得啦。老师公，阿妈对伊要求特别严格啦，他虽然无大功量，慧命无量寿如来，那么不可思议光正心经的话，无帮人家。これやらなかったらもうご飯食べさせてもらえへん。体が大きいから早腹減るで。腹減った腹減ったって言って、お前行ってこいよ。君もやってこい。老師公。君も何も話を。そしたら、まあ、よしよし、食べさせて。老師公、因為筋肚、身體很大、筋肚很大的啊、中不筋膜都要啊、特別來吃東西、阿嬤就叫你念那個正心經。所以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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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自分の前に置いてね、毎日それでご飯食べとった。ちょっと私がそこに行ってね、チーンと音がするでしょ。
爸爸也有种啊，孙子啊，提名五座金牌，这八座的孙子，我带上你弟弟妹妹过来多少岁了？我在厨房一下不怕他们嘞。大妹，吃个早餐，大妹。也是不磨，提名五座金牌，我有证明来着。吃个东西也是好干，有点不怕他们。爸爸，我做的吃个。那么老师公呢？嗨，老师公，老师的爸爸嘛，是一个两不人的人啊。那么老师伊甲爸爸真话讲啊，刚有一遍惊爸爸生气，什么代志呢？就是伊爸爸呢，有一遍呢对这个农会啊，伊有人买一碟碗转来，伊有较早的人真善，一个人甲一碟碗尔，这爸爸买碟碗真欢喜啊，对。拿出来大家看，给大家品安尼啦，好水哦，安尼。啊，即马那边，伊在用电话食对吧？食好咧，细细拢放伫迄桌顶安尼。即马老师囡仔好奇啦，伊在揢纸啦，伊在无代无是，迄看伊看迄碗真水嘛，伊在伊甲涂看卖啊，佮金，佮有一个声，伊在讲，哦，爸爸，这个碗声佮袂歹听，伫甲哭咧。啊，伊日本人来上正经节的时阵来贡品，对。两声唱两声，安尼，对，鬼名不了修来，但我不可思议，我得念落啊，怎么念落？感觉好听，佮呛嘞，结果无想讲呛嘞，拢变作两边啦。爸爸可能偏偏去看，看一下面拢变白，要发干啦，安尼啊，怎么阿妈偏偏看到，就甲爸爸骂，会再生气，哈。伊讲虽然这囡仔甲念话讲话，这囡仔甲念。规名无了收入来，人无不告诉伊讲，你若安尼个年纪呐，哎，爸爸同阿妈个阿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是啊，八三年来就，所以老师讲也，八三年，现在现在在，可以帮我说得来哟。所以老师讲，伊阿妈是真，对，真，这个是讲话啦。哈，伫因兜是真有分量的人啊，所以老师讲阿妈的存在真重要，安尼，讲这个阿妈也是真正就是有力量的话呢，老师讲这个囡仔呢，阿变起来就会不得了。就是，咪就老公来做女的啦。系。社会人として、就職して、そして勉強して。でその頃から先生を探して、先生について指導を受けたんです。でそれが今の先生、補強の勉強をやったんです。でも老师公伊十六岁就出来，就是出来探亲啊，哈，就是帮忙家计啦。啊，迄个时阵啊开始找老师啦，以及这佛学的老师呢，做讲师。我不知不觉中呢，家己那当上就是穿上这个和尚服啦，甲钢筋刷法的。那个，这个家庭呢，是家庭的，阿弥陀佛在在的，南无阿弥陀佛，我了我学的不是，所以感觉我得意到的呢，从一万个功夫啊，阿妈，挂上。所以啊，所以伊就是即摆回想起来真感恩啊，感恩伊出世伫个有佛法的家庭。迄个家庭内底有一个阿妈，就算来带伊信佛念佛，哎。对啦，家庭呢，伊一人是在做什么负责啦？哎。家庭啊，所以说嘛，这个。所以老师讲，一间厝内底哦，一个真正合佛的人啊，规个的人拢会受迄个人的影响。だから皆さんの中でね、自分の家庭の中で、阿弥陀仏に対して、南無阿弥陀仏、これをしっかり教えてあげてくださいよ。そうするとそれがもう永久に伝わっているんです。所以老师讲，希望安在座的大家呢，拢做成老师阿妈阿弟的人啊，就是讲家己，就是。家己爱向阿弥陀佛求啦吼，然后呢，去影响你的家庭的人来向阿弥陀佛求啦，因为阿弥陀佛的救助
又照顾那些研究的。日本から台湾までで行くね。だから台湾から日本やアメリカまでで行くんでしょ。老师讲呢，这个伙伴呢，伊呢不止伫日本呀，啊为日本来台湾啦，啊为日本伫美国啦。所以讲，阿妈拢会流诶，流目屎啊！阿妈会恩惠，阿妈会恩惠。阿妈话英文的少。阿妈你不帮阿达啦呢？この家は不帮你。そまっています。さっています。所以老师讲，做阿妈俩真重要啦。你阿妈是一个真正了不得人的话啊！你的厝的人呢，孙仔拢会咧受着你的影响。仕事の上では、ほら、爸爸が一番でしょ。那老师讲，这的厝内底老做两辈是爸爸啦。仕事は爸爸が一番やろうよね。教育となったらね、家庭の教育なんていうのができたら、やっぱりおばあさんやな。那么呢，这就是甲赚钱，厝甲赚钱是爸爸啦。阿姆哥跟教育这家里孙仔就是阿妈。我是买衣买衣。老师跟我引导。买衣买衣，今もろじょにおられ、なもふかじんご。これやってるおばあさんがいたら、結構大結構。それをしないようなおばあさんやったらダメ。所以老师呢，有两点在做，就是做阿妈的人啊。老师讲。做阿嬷人吼，啊，逐工吼，伫厝爱规面无良收入来，然后不跟厝里讲，安尼你做阿嬷吼，这样做有气哦。本当，それは私、二十八歳になってね、皆さんの前で八歳言うときます。だから皆さんの家庭も、どうぞ、おばあさんたちがしっかり子供を教育してやってください。那么老师讲，伊到啊，即马啊，八十几岁啦，哈，伊今仔日有遮尼自信来甲大家讲这个话，啊，就是伊安尼八十多岁人生吼，老师即款的体验安尼啦。所以老师讲，安在着做阿嬷的人啊，老师讲，请你来加油，加油，哈。爸爸呢？爸爸社会的人，いろいろな要因が多すぎてね。なかなか家庭内がうまく。因为这爸爸，因为这爸爸的人，不过用暑假啊，吼，拢伫外口甲奔波啊，吼，一工到啊，拢伫外口，吼，甲为着赚钱，伫拢伫外口，伫厝咧顾囡仔，咧顾孙仔，就是女强，就是阿嬷。那个爸爸的有家庭的，子供娃小娃在读。所以，你家庭内底有阿嬷的人，是真幸福的代志。爸さんのいない家庭用の子供は帰って子供の好き放題に遊び回ってね、本当のものを知らない。所以一间厝内底有阿嬷的囡仔呢，真幸福啦。无阿嬷的囡仔呢，伊得较任性，そういうことを今もう一晩ありますで。ぜひ台湾の人たちにお願いしておきます。私の方からお願いしておきます。所以老师讲，今日一暝，明仔载搁一暝啦。老师讲，伫这两暝中间，老师讲咧，伊甲大家迄落拜托阮在做做阿嬷的人，吼，啊真正摕出阿嬷的气魄出来，呵呵，好不？我是本当呢，私のその家庭の経験なんです。老师讲，因为伊有今仔日完全是阿嬷的功劳啦，姨さんなり、姨さんのもう一つの姨さんなんかは、それは厳しかったんですよ。厳しかったね。もうよその宗教なんか、蹴飛ばすとか。おばあちゃんの親ですか？おばあちゃんの父親。那么呢，老师今仔讲我姨讲的是哦，阿嬷的爸爸。阿嬷的爸爸要叫啥？阿公嘛，阿祖吼。那老师讲，伊的阿祖呢，
愈较歹，比阿妈愈较歹。伫因迄、迄店、迄个店内是有名的。哎、哦，马上就那卖个。老伊讲，因人家个红色迄个叫做。だから私たち子供の時から見たことないで見たこと君を無料に乗らないなもう昔にこういうばっかり多いからそれでこれをやらなかったらご飯食べご飯も食べさせてくれ私こんじで阿祖那是純情年齢活人所以以这个家庭来で無料物的人可以吃飯それぐらいの家庭教育の中にも不过我都有一点问因为老师你这个家庭是以佛法为主的家庭啊真严格这个有关系的我们的我们的带我们的你们的很多人也到达不同的一家所以老师说真感恩有这样就是阿嬷阿祖都是念佛的人所以才有今天的意义啊来到我们的台湾跟大家结缘我跟你讲，你哈哈，爸爸妈妈，阿妈，我感觉就是哦。所以老师讲，今仔日会当个家，大家结这个发言，就是家己的爸爸妈妈、阿妈、阿祖的功劳。家庭的环境，我感觉就是。是家庭的环境的迄落的恩惠的功劳。环境好，那自然不那个就是，所有不会你要什么？所以，我那冇得见。所以，假使啊，假使伊伊家庭啊，是一个合法的家庭的话，无这个环境的话，老师伊讲伊无法度加面同个迄个和尚，无法度念佛啦。一般的念佛就算了呢。系。环境冇好，当然得见。系。所以老师讲，你啊无拄到这个真好合法的环境的话呢，老师讲你。两个没两句，我的两句出来哦。这个解脱的世界呢，是生灭灭已啊，是
熄灭为乐的世界哦。だからそういう点をね、しっかりと話し入れてくださいよ。所以老师说，好，这是今天，练习，这是今天的开场白啦。拜托各位女将，恁来加油，哈，让咱做一个两岁的人啊，哈。好，先生，来，叫老师进来，你们说。質問，有没？三分钟，三分钟，老师讲没啥。老师讲完三分游客，三分了才来安来讲问题。下一年，哦，还佫一年。啊，什么叫做念无念？吼，有念无力。第二就讲靠他的念佛，即个往生明心业成。什么叫做他的智见？啊，第三点就讲本源生起，本源啊，无义为之本。到底什么叫做本？本名智，本名啊，信义呢？好、哦，啊，请老师给咱回答。先生，其实我到我这边是不应该是吗？是。これはね、やだに、とっても難しい。老师公哈，自己按公自力念佛，自力念佛。好像把它讲得很容易啊，其实自力念佛是足困难、足困难的代志。那那个，自力念佛，那么老师等不等的够不一样？你们所以为的自力念佛是怎么样的念佛呢？今嘛老师，特别伊今嘛就是讲咧，大家说，你说怎样自力念佛，是你真正有会修啊，还是人云亦云的自力念佛呢？老师，讲我回家开始讲。那么老师讲，你大家是阿弥陀佛头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这个念佛是自力还是他力呢？老师讲，你有法度知影家己的念佛是自力还是他力，请你举手起来讲。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他力就念佛，就有力。那么老师讲，不管呢，你偌认真地阿弥陀佛头前个念佛呢，老师讲，你要讲这是他力的念佛呢，老师讲，那就真歹讲哦。念佛做，你怎么念佛做？老师讲真正，他念念佛是，你是忘记念佛的念佛哦。他说念佛是什么事情？就，那个，これは、他的念佛念佛的，そんなこと思ってたら、多かったこと。老师讲呢，你哈念佛的人啊，你有这款念头，就是讲，哦，我大家拢在念佛。我这个念佛是他那个念佛，你有这款想法的人，老师讲吼，还有八嘛，十个有八个吼是假。老师讲，假使你的念佛是，你拢无讲你个念佛，按个南无阿弥陀佛来家己造出来，老师讲安尼才是真正念佛咯。南无阿弥陀佛，买几个啦？所以建议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买几个。老师讲真，真正念佛的人啊，伊看到阿弥陀佛呢，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咯。伊甲念佛的时阵，伊袂想讲吼，哦，我甲念南无阿弥陀佛，我甲念佛咯，伊无就款的心啊。我甲南无买，妈妈无买，子供阿弟仔啦，伊话阿姐，妈妈。老师讲，妈妈就一万年嘛，奶奶就有姐姐的问题啊。顾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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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妈妈的时阵，好，我即摆想讲，我要念妈，我要叫妈妈，所以才叫妈妈。啊，有作业要念，叫妈妈，你才叫妈妈的人，这种念佛是假的。啊，你刚讲。老师讲真正念佛是自然法尔。真正念佛是自然法尔的念佛，就是讲看到阿弥陀的自然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高明在这里，南无阿弥陀佛，念念佛。如果阿弥陀佛高明，南无阿弥陀佛，就一万世尊。嘿，所以看到南无阿弥陀佛做的念佛的人啊，在自然法尔念佛的人啊，也是阿弥陀佛的面向你念佛的，是阿弥陀佛的向你念佛的。是阿弥陀佛在光殿里头来念佛的哦。一万万南无阿弥陀佛，有达到五万个的干嘛呢？阿弥陀佛多高明的啦！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念念念佛。所以老师讲，阿念佛的人啊，你唔好有这款心态，就是特别啊念佛，你咧拢执着我甲念佛，唔好安尼想。我咧讲五万种念佛。对自然法的念佛是五万的念佛。高明的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だから、ご本尊の阿弥陀様が立ってようだったら、はい、一人で前に行って頭が下がる。そうです。一人で下がる。老师讲，念佛，你念佛的时阵是南无阿弥陀佛就好，你唔好执着讲我个念佛。老师讲，念佛是真自然的代志。三年就这基础的意义，三年运动啊，不然嘛在飘移。哦。老师讲，真正念佛的人啊，不管别人有听到无听到，有看到无看到，伊就是念佛，哈，唔是要做红看，唔是要念红看，啊，你假使标榜讲我大家拢勤俭钱，我大家拢念做善果，拢要安尼讲红听的人，老师讲你讲念佛都是虚假，飘移的虚假的，伊有耶啦。一座的念佛的人。老师说你看到别人啊，看到人的身间打招呼，你是要很勉为其难才敢打招呼的人，这个人打招呼就是虚伪。所以老师讲，什么代志用自然最好。老师叫你变下自然反而稀奇。老师讲主人上好。これが一番いい。老师讲自然法尔上好，主人上好。そうだね。これ、これ自分の方が無理にいっぱい出そうとしたら、これみんな自力になる。老师讲，你要照做，刻意的做，刻意，你有刻意的心态在做，两不两好，做什么代志好，那就是自然啦，那就是虚假。これが一番いい。自然法尔上佳，主人上好了。だからお念仏も南無阿弥陀仏も阿弥陀仏の前へ行ったら阿弥陀仏の顔を見ただけで南無阿弥陀仏と出てくる。所以この念仏が一番 OK。老师讲上界圆满的念佛，就是看到佛祖的念佛，看到佛像的念佛，看到莲花的念佛，这款的念佛是上界迄个最好的念佛啊，上界最好的念佛。まあそういうも、これがね、このありのままの姿ですよ。ありのままだし、ありのままに英気分難的人、英気分微的人、搞到过者、ありのまま、就是如实啊，如实的，如实的，如实的，如实，就是安那的，那毛病多的，两个毛病多的是如实，阿弥陀妈妈，だから、一つ一つが、両者、この処理に応ったら、
こんにちは。これはありのままです。所以，哎，对了，所以老师公安话的啦，得跟大家伙得讲你好哈、哦。老师公这就是如实。所以我们这里没不跟人家讲你。好，所以啊，你要是如实，话的人得着急你了哇，帮助我快。